你平常来得很早，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晚？我平常早上8点起床，今天早上8点半才起床。你昨天什么时候睡觉？我昨天晚上2点才睡觉，因为我跟我的女朋友一起去看电影了。第八个，你复习了吗？ 我们今天要考试，是吗？我忘了。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有考试，我们每天都有考试。你们复习了吗？我复习了。好，我老师给你们2分钟准备。谢谢老师。 我们现在开始考试，你们下课以前给老师你们的考试，时间要到了。 飞升，你写字要写得快一点。时间到了，给我你们的考试。 飞翔，你考试考得怎么样？考得不好，吃了米饭和拿泥丸，还有上次。别不高兴，我们即将订一间饭店。好啊。大家好，你们在做什么？同学你好，现在飞翔不太高兴。为什么？ 因为今天打起床起得很晚，还开始考试考得不好。幸亏，因为转弯太难了，考试很多，语法很麻烦，不会说中文。因为你没有时间准备，所以考试你考得不好了。是。 我问君豪，真不好，真难。对，那算了算了，我们先吃饭，一边聊天一边干嘛？看球。帅哥，帅哥。帅哥，帅哥。你们好，你们要点菜吗？我要一碗担担面。我要一条油条。 我也有一碗担担面。担担面。你们有做什么？你能帮我联系中文吗？我不想再考试考得不好了。你们先去书店。 买几支笔和几张纸，再练习中文。好吧。飞翔，你去问一下那位先生吧。你问他吧。好吧。<笑>对不起，先生，请问，你知道怎么去 Staples 吗？ 你想坐公共汽车还是坐地铁？公共汽车、坐火车、地铁都可以。好，坐地铁吧。你先坐地铁蓝线，坐13站下车，然后换99路。
公共汽车，坐十一站下车，然后走300米就到 Staples 了。不行不行，我觉得太麻烦了。你也可以打车，但是打出租汽车很贵。没问题，虽然打车很贵，但是很快。当然，贵的出租汽车跟便宜的公共汽车不一样。谢谢你，不客气。这本书很好看，你知道多少钱吗？这本书是，10.99元。可是。这本书不好看，还是买那本书吧。那么多少钱吗？这个16.29元。那我就买这本书。想买一支笔，你喜欢什么颜色的笔？我最喜欢蓝色的，不过红色也可以。我帮你照一下吧。蓝色的和红色的都有，你喜欢哪支笔？我觉得蓝色和红色。一样好看，两只都买吧。我很有钱的，多少钱？那支笔不贵，一共多少钱？一共25元。在哪儿？不清楚。我现在你家附近，可以吗？当然可以。可是我家有点远。没关系，我喜欢走。太好了，我们走吧。你家好哪个？我妈妈给我打电话，我要回家。再见。再见。你家真好看。哪里哪里。你教我，怎么写第十课的成册好吗？没问题，给我。谢谢你叫我中文，现在一切完了，有线回答。没问题。明天见。今天真忙，我太累了。